七天之内到都可以的。Three, two, one, 站。你拍到了吗？走吧。打卡去了。贴贴了。贴着找麦麦呢，贴着走着路找麦麦呢。我再给你走一遍来。一二三。我那个。一二三。每次站起来的时候，走的那个时候呢，都像是一个小美女一样，在那妖娆的跳舞。翻出来的那一瞬间，钻那儿不是，是从下面走，是从上面走。你们跟我说，感谢大家的点赞。对我邀请很高。右下角小房子一号链接，大家可以直接去拍。家里有小朋友的啊，身高在1米2以下的小朋友呢是免费的啊。孩子如果身高没有超过1米2就是免费的啊。1米2以上的小朋友呢是跟大人一样的价格。1米2以上的小朋友是跟大人一样的价格。在咱直播间170啊，咱直播间170。你想听他唱歌是吧？有机会啊，有机会听到他唱歌的。在外场的时候，只要他进那个洗澡的那个池子里，他都会唱歌的。曲未中人已散，可以左上角点个小关小注，可以把左上角的关注点一下。还没吃呢就走了。嗯，你知道他这个上面有青团是吧？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确实上面有青团，没有坐在上面。对，咱是官方账号啊，洛阳竹海，洛阳栾川啊，洛阳栾川竹海野生动物园的官方账号。行。是灵岩啊，咱现在看到的是灵岩啊，是灵岩。感谢大家的关注。竹子呀，竹子大部分都是四川那边运过来的。宝藏大男孩，宝藏小熊。感谢大家的关注。对，这竹子挺新鲜的啊，朋友们，这个竹子还挺新鲜的。今儿怎么看这么白是吧？哇，小宝宝。没有，没对上焦，太近了，太近了。今天已经贴贴了几次了？有没有朋友数得过来的？没有个七八次，也有个五六次了吧？咱动物园有竹子呀，本地竹子也会吃的，本地竹子竹叶都会吃的，都会吃的。到小船里去了。七次，妈呀，你都数得过来呀，数了七次是吧？你俩短下话。欢迎大家，欢迎咱新进来的朋友们。咱这是洛阳栾川啊，洛阳栾川竹海野生动物园的官方直播间。麦麦没有睡觉啊，麦麦在溜达呢。感谢大家的点赞。
啊，那天很奇怪啊，那天就是12月18号那天中午，特别奇怪啊，就在那个角落，就在那个这个摇摇椅的这个角落，贴了有十几分钟啊，那天很奇怪，然后一直头仰着就看这个天花板上有啥东西，一直在那贴贴。欢迎咱新进来的朋友们。蹦迪吗？是不是要蹦迪了？他听不到的，这个是外场，外场的别人放的音乐。吃饱了可劲儿运动。胖爷放个科目三，估计还能节奏啊，估计还能这个节奏把握的还挺好的。洗澡呢？林岩这个脑袋里啊，脑细胞比较丰富，他自己能够创啊，自创。快快快，快录屏，朋友们，快录屏。感谢大家的点赞，这颜色的碗不行往头上扣，可是他偏偏就喜欢往头上扣，知道吧？不能拍玻璃。动物园离洛阳市区有3个小时啊，3个小时左右，仍在奋斗。离洛阳市区3个小时左右啊。坐车的话，你可以从洛阳找个车坐到栾川县城啊，坐到栾川县城，从栾川县城那边再租个车过来啊，从栾川县城那边再租个车过来。对，这个同学会聚会过了啊，同学会已经聚会过了。其实不远啊，洛阳离咱栾川不远的，130公里左右吧，100多公里。对，可以找个顺风车啊，提前在咱直播间买好票票，提前在咱直播间买好票票，到这边之后呢，出示二维码，检票口出示二维码核销就可以了。我说是细胞啊，没有说细菌啊。你们那个广播呢？广播人少，今天不是没有昨天人多吗？人少就没有播起来。可以领言啊，可以领言。咱们没点关注的朋友们，把关注点一点，把左上角的关注点一点，朋友们。咱们没点关注的朋友们，把关注点一点。你搁那边摆摊了都，我给你过来。
怎么不停的蹦出来烟花呀？简单的幸福送的烟花吗？超人可以左上角点一个小关小注。吹笛子呢？他的母亲是荣心啊，他俩不是一个母亲。他是不是一个母亲？然后他说他俩是一个妈嘞。对，地上是这个卫龙辣条，恰恰瓜子儿，还有这个烧烤，嘿，哦，要吃了，不会要吃这个吧，林岩，你不会要把这个吃了吧？蹦个地吧。路线走错了，别跑了。路线咋会走错了？没有看到熊猫吗？推小马过来。对，今天没有昨天还有前天人多了，今天已经没有很多人了，没有像昨天前天那么多人了。吹笛子离咱好远呀，有个几十米吧，你们能听到。要门票啊，现在都正常收费了，现在都正常收费了啊。咱右下角小房子直接拍票票就可以了，右下角小房子啊，170。右下角小房子这个票票170呢，是一个一票全含的价格，门票呀、索道呀，还有这个观光车啊、观护车。都是包含在内的。右下角小房子一号链接直接去拍就可以了，家里有小朋友的身高在1.2米以下都是免费的，孩子身高如果超过了1.2米就是跟大人一样的价格了，学生也是咱直播间这个价啊，还有60岁以上的老人都是咱直播间这个价。对，今天有很多个扛大炮的，很多个。大家下次来呢啊，下次来要知道啊，第一站呢都是到咱这个熊猫馆啊，第一站就是到咱这个熊猫馆。栾川人不免费啊，迁就你一生可以左上角点个关注，栾川人半价130，130，咱这个票票正常都是260的票票。咱其他地区的朋友都是咱直播间啊，其他地区的朋友都是咱直播间这个170啊，170。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，把关注点一点。后悔死了，凉粉小妹把左上角的关注点一点，有啥问题可以到时候进咱直播间问一问啊。下次再来嘛，下次可以再来。儿童在咱右下角小房子啊，一号链接啊，如果身高超过了1.2米就是咱直播间这个一号链接。儿童如果身高没有超过1.2米就是免费的啊。哎呦，你家小孩子身高多高了？你家小孩子身高多高了呢？林岩今天整活了吗？整了，小整一整，小整。感谢大家的关注啊，感谢大家的关注。
啊，一个免费一个不免费是吧，在咱右下角小房子直接拍就可以了，身高在1米2以下是免费的啊，小朋友如果孩子身高超过了1米2就是跟大人一样的价格了。对，今天上午和同学聚会了，四公子连线了。那个晚两天的话不用买两张票啊，晚两天的话你要是住在咱动物园山里边的话，你来晚两天三天都是可以的啊，只要住在咱动物园这个山里边，就是这个索道上面啊，索道上面进去咱这个检票口，然后不是乘坐索道要上山吗，你住在咱这个山里边的话，你玩个两天三天都是可以的，同一张票能玩个两天三天几天都可以啊。